别将你背离去。一身黑白涂鸦衬衫，金曲歌王罗时丰与林淑荣深情对唱经典名曲。分手时候说分手，请不要说难忘记，就让那回忆淡淡的随风去。林淑荣淡出演艺圈多年，这回为了五月高流的演唱会合体彩排，优雅露面，62岁身材苗条，相当冻龄。而且他每一次去那个健身房，人家跑步都是很正常的跑，他不一样，他都是那种睡眠要足啊，然后多运动啊，尽量少吃那种很油很辣的东西啊。先前曾传出离癌，也谣传已经结婚，林淑荣亲自辟谣：我就气管。我常常，我小时候就有气管炎了。而且这个新闻大概20年前嘛，那个时候就开始传出来，就说什么他得到鼻咽癌啊什么之类的。对啊，不然就说我嫁到国外去了。其实我没有，我还是单身一个。多年前声带问题，男飙高音，施打类固醇治疗。这几年林淑荣状况好许多，罗时丰则是因侄子身体出状况 ，YT 频道一度停更。还有个媒体什么罗时丰永别了，哎呀，好扯哦！能去马来西亚，然后侄子有跟我们去嘛，然后就也去到那边，也都没有休息，没有好好休息，就回来以后那个屁股长了一个不知道什么瘤啊，然后开完一次以后说没有清创干净，然后隔了两天，已经在家后面嘛，然后又隔了两天又再去开一刀的。免疫力下降，侄子一度挂病号，不过已经好转出院，好好休养一个礼拜。现在频道也会恢复更新，希望粉丝们不要太担心。TVBS 的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